人的一生中可以养非常多只狗狗，但是狗的一生中只会有一位主人。不同情况的孩子被归类在不同的生活区，有共同生活空间，有独立空间。好棒哦，两位！大力感谢公主派对赞助影片制作播出。嗨，各位朋友，我是香蕉。这一年探访了十几个地方的狗园，这次受到学生们的邀请，让我有机会带各位来到徐园长这里，感受到非常大的震撼，可以看到生命教育的意义。三年前大爱乐福约车，大爱乐福，对啊，够红。那时候我们台湾一年都安了好几位，他也算是够红。阿爷哦，哦，真的是有像八爷嘞。哎，阿爷，那个我的位置呢？八爷。哦，这些就满。借牛肉借羊肉就是为了他，怎么说？为了他发愿啊，希望他能还有大西北，还有其他就是往生，还有没有往生的这些孩子许愿。就是我借吃牛肉、羊肉、羊肉，希望他们可以让人物可以变大，然后那希望他们身体健康，可以陪我久一点。哦，超淡定的，因为有的狗听到会这样。我的嘴巴怎么会这样子？用声音。每天练啊，练的。对，就是你要从屁股这样给它搓的。哇，21公斤。21。哦，七爷八爷团聚，我白色拉黑色，这只是八爷。那是三年前的时候是要被安乐死的。3年5月12要被安乐死。哦吼，那时候有5、6只要被安乐死。是那天我们没有去的话，他就被安乐死了。然后我要车子要开离开的时候，他是最后一只上车的，狗狗跟人不一样的欲望，就是给他一口饭吃，他就是跟你真的不一样。然后从那天回来，我没有教他，就是真的我的非常的黏。那他可能就是失去过的孩子比较懂得自己。对。今天是假日，所以来这边探望狗狗、来领养狗狗的人非常多。哇！我以为都是人，原来都是狗。有吗？看起来。那你就慢慢恢复健康了。他的手是原本就受伤了。那这只是截肢掉的。可以过一下吗？我自己过。来这边，这些小朋友都是可以开放送养的。这里到了假日，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到现场关心狗狗，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领养有缘的狗狗，让更多的小生命有全新的家庭。这是他们的床啊。对啊。来，要先摸摸哦。对，你要先对他们这样，要先这样，对。要抓了，要抓了，抓了！找不到，来去看这个。有啊！你每天跟他们相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难怪，把你当家人了，把我当你粉丝，对，变狗了。好棒哦，两位！他自己找镜头，我这里也有相机哦。
对的，一、二、三，前前后后总共有两三千只狗狗在这边生活，不同情况的孩子被归类在不同的生活区，有共同生活空间，有独立空间。狗狗跟人一样，有各种个性，这么做也是要让他们有最放松的生活。我们在排队啊。你们看了这整部影片，若是没有聊到他们的过去，实在是很难看出来他们救援之前的收容情况。大部分狗狗在来到园区之前，状况都是很差的。很感谢园区投入大量的人力还有资源，细心照顾他们。对，我常常来。啊，常常来啊。哎，参加要不要龙妈妈一起？啊，好啊，欢迎。是毛蓬蓬那个。啊，那好棒，好棒。对，哎，他们都不会叫哎。来，佛。阿贤，阿贤，阿贤。要翻车了。很晚了。班长，在干嘛？班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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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屏东救的。对，我非常的瘦，然后瘫痪了，被车子撞到。然后就是脱鞋。我们。你有让他前脚练到很有力的。对。春天。春天来。彰化救的。对。那一只手截肢了，坏死。哦，截肢的。现在不要看那只手，整只很强壮哎。对啊，那个没有，折我啊。啊，有可能。它展开。对啊，所以不管你救了它，你第一时间帮助它，不知别人好坏，它永远记得你，会直接对你不离不弃。辈子忠诚，这是我们要去向狗狗学习的地方。对。之前啊，照顾他一阵子，他还跟着你走，他认得你了，认着你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一直拍狗狗，在拍摄中我慢慢发现，狗狗和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。他握手也很开心。如果要比较起来，我认为我们是比较有能力，没有错。施比受更有福，多关心这些孩子们，多跟他们玩，他们会很开心，我们也会开心，而且会慢慢有更多的同理心，对于身边的长辈或者是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，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善的循环。睡着了。干嘛？喝水。我喂他一下哦，来吧。我人生第一次这样子喂狗喝水，你是不是喝到饱？真急哦，再一口。我以前打球的时候也会喝那个饮水机，看着喝。哎，在做什么？不是这样子的吧？饮水机哦，被呛到了。太搞怪了。领养代替购买，结扎代替扑杀，小小的行动力他们是感受得到的。人的一生中可以养非常多只狗狗，但是狗的一生中只会有一位主人。我他脚跟着爽。你家狗也会这样，就是脚会跟着动。对，圆满。各位朋友拜拜，我回台北了，拜拜。园长拜拜，我回台北了。好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喽。拜拜，拜拜。这些小朋友都是可以开放送养的。对对对，啊，狗狗、柴犬，地上的柴犬都可以。好。对对对。每次都像妈宝一样。每次都像妈宝一样。嘿嘿。
狗的镜头，我都会出一个声音。你看哦。对。好好。